Thank you.
学的国际生哦，印尼的朋友们带来的眼睛。他们不能开玩笑，他们应该知道后面是这个热舞社的表演，整个使出浑身解数。他们刚才任何热舞社的同学已经叫车回家了。没有，他们在那边，他们也蓄势待发了，因为就是要有竞争才有进步。没错。所以今天印尼的朋友们呢，带来这样子的演出，后面热舞社已经摩拳擦掌了。他们刚开始在那边。在热身了，在暖身拉拉筋哦。等一下，给你们同学朋友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尖叫好吗？太好了，已经到热情了。我先来补充一下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刚来到现场的这个贵宾哦。好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是我们县政的总顾问张清良张总顾问，欢迎。给他挥挥手。以及呢，我们文化观光处处长的陈碧君陈处长。Keep it cheap, but it's gone to the end, but it's gone.
谢谢我们会客到的热舞社同学们。